大家好，我叫茶茶，我们今天来参加的是千野村的 cosplay 大赛。我今天出的角色是鬼面之刃的祢豆子。进场每一个人都会拿到一张集点卡，收集最多的前十名可以参加决赛。就票多的赢，票少的输。我只是要来玩的，我没有要收集这个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去玩了 ，Go！ 卡。啊，我的集点卡在哪里？哦，在这边。角色，我 cos 的是原神的神力灵华。那你 cos 几年？三年，然后今年是迈入第四年。那你有 FB 还是 IG 吗？有点难说出口，帮我皮在这里，谢谢。那你是怎么进入 cos 圈的？当初我第一个出的角色就是祢豆子，那时候鬼面之刃刚红起来，我觉得哦，祢豆子这个角色好可爱哦，就这样掉进 C 圈了。对，就是他。那你是不是很喜欢玩原神？你有没有打算要抽艾尔海森？抽，我一定要抽，我一定要抽到，我超级喜欢艾尔海森。可是你不是五条悟的未魂机吗？是啊，但是我的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有。那你是要给五条悟戴绿帽吗？没有，我只有五条悟一个老公，谢谢。你是亚服还是泰服？我是亚服的。耶耶耶，加好友！来，欢迎投票。等一下，那个资料回去就要帮我码掉。哎，这我的资料，回去资料记得码掉。我的资料要码掉。有没有听到我裁判？有没有听到查爸？你眼睛怎么了？长针眼哦，是不是看了脏脏？看了查爸？不是。看了查爸所以脏脏。我刚刚遇到那个投票的人，我直接说贴这里，贴这里，贴这里，有我看到，有我看到。好分。哈就是这样。你们再到处这样子。射牛，射牛。我今天是 cos 喜多川海梦，是恋上换装娃娃里面的女主角。那你 cos 几年？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出角哎。之前还在念书的时候没有空，没有钱。但是现在呢，好不容易有这个活动的出现，我今天才来参加这样。那你今天有收集票吗？有啊，我有机票啊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合照，然后就说啊，我已经没有票了，所以我也蛮难过的，而且太阳太大了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就想收摊了。你明明你的点数比我好多，我哭了。请问你有 FB 还是 IG 吗？有啊有啊，要加一下吗？这个，谢谢谢谢。
请问八重山之我可以反问你，请问你今天 cos 什么角色？我今天是八重神子。你 cos 几年？我 cos 大概八年有了。当初是朋友带我先进来这个圈子看看，那时候我很爱看动漫，然后他就说哦，不然我带你去 cos 看看。从那一次之后就还蛮喜欢的。那你有 FB 还是 IG 吗？有，我的 FB 是 U 然后横线 LINATW cosplayer。 那你是第几次来这边？你说千野村吗？第一次。是不是来比赛？不是，我是来拍抖音的。你贴纸有没有给我？啊？贴纸？我贴纸用完了，对不起。拜拜。请问你 cos 几年？大概一年。那你最堆的作品是哪一个？应该是蝴蝶忍，目前出最多次。那你本身很喜欢火影忍者吗？喜欢。是哦，那你会用查克拉集中在脚下吗？那你说你喜欢火影忍者，那请问你会日向雏田的绝招吗？你说查克拉吗？是的，白眼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来来来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私は。もう。然后就白目了，对对对，这个真的是偶像，对对对对，大家要去他的粉专追踪他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然后电话不用要，来找我要。你今天 cos 什么角色？我今天的角色是阴阳师的不知火。那你 cos 几年？一年多吧，我其实这几年才开始玩而已。那你有 FB 还是 IG 吗？有，都有，脸书有粉专。那叫做什么？脸书粉专是恰里。你今天是来比赛的吗？对，你也是吗？来票。你的比较多吗？你的比较多。你赢了。没有，还有人已经全部集满。对啊，他很厉害啊。看来我们都没机会。茶茶茶耶，是茶茶，是茶茶。不认识我吗？有，我知道，看着很多你的影片。请问你今天 cos 什么角色？我今天 cos 是《刀剑乱舞》的大和手安定。我今天 cos 的是。
谁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太紧张了，对不起。我今天 cos 的是《刀剑乱舞》的加州情况。你 cos 几年？我 cos 几年？五六年吧，四年左右。嘿，对，应该。那你有 FB 还是 IG 吗？都有。FB 叫安启思，然后 IG 的话叫启思搬家中 ，FB 的名称叫贺子琪。然后我的粉专叫健康甘蔗。那你是怎么进入 cos 圈的？进入 cos 圈，高中社团那个动态展看到学姐太好看了，所以就加社团了。我是大学的时候忘记选社团，然后就进到 cos 社。那你今天是来比赛的还是来玩？今天是来玩的，对。我们今天就是来玩，然后顺便看风景这样。贴纸交出来。我们贴纸已经给了，对啊，我们已经给看起来很努力的人们了。哎，不够你还有啊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你会哪。谢谢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